情全鲜明，神话真理征服我们，向神夫妇敬拜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神话语揭穿，经历神的试炼熬炼，欢欢心情得洁净，我们在神的审判中看见神公义圣洁，神子民顺服在神面前，至死忠于神，神已彻底打败撒旦，组成一般得胜者，跟随末后基督的一般人，向整个宇宙见证，全的荣耀。全能神展开末世审判，开辟了国度时代，各宗各派眼中饥荒，人都被迫寻求真道，聪明童女听见神声音，在谦卑的神面前，凡句句接受模糊基督，都得落入灾难中，神作工全能智慧，将人都歌颂其美，万民都来求光，归附在神宝座前，国度前进光明无限，展现出热烈场面，大灾难毁灭邪恶人类，显明神的公义威严，神话语句句成就应验，神话成全了一切，地上实现，神与子民同生活，跟随末后基督的一般人，向整个宇宙见证，神的大功告成了，神已完全的荣耀，跟随末后基督的一般人。